我操！干了呢！八百叔叔，还是人呗。知道吗？经典没了吗？打残了，那个楼。一楼倒了一个，有警又一个。大残。剑没剑，我都没配件。太难压了。你居然现在好贱吗？小丑一只，变那个，变那个。加油站里面。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。我这。快点给我送大楼里面去。把我投了，兄弟，不然我感觉。在左边。没他妈打了我一枪。我打了金枪。来吧，好了，他这是挺提前雷的，搞了一个，他干嘛？飞他去了，别不，俩，他在骗我，他加一下不加了，他太实诚了呀。他那不是你打倒他的时候，他实诚不是还估计打了剩两秒不打了。有点操作吧，兄弟们，龙哥还是有点操作的。跟你学的。再操作五分钟，龙哥。跟你学的。我直接退了，我怕涨分。怎么全是这两把枪？对。他真没看见。他好像不知道我。快点！那加我血，稳健。还有个屁哟！他打了。哎，屁哟呢？哎，屁哟不在，兄弟。屁哟不是这儿的。这什么枪啊？你就把他杀了，兄弟。中爆头的。